对，怕了怕了，你厉害你厉害，是是是是是，对，你们都对。来，我提议，咱们嘿，要提议，哎，咱们要不然，我们一人扮演一个角色吧？可以，好的，可以。哎，安静，安静，请坐下来，请坐下来，先坐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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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好。我可看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是谁啊？好。太厉害了，好聪明啊，会不会唱那个歌，白龙马蹄儿朝西，驮着三桑桑闹着三徒弟，西天取经上大路，不简单，一路就是几万里。好了好了，接下来上的课呢叫音乐课。大家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这个是什么乐器，知道吗？钢琴。钢琴？什么？钢琴？不是。吉他。吉他。对了，樊总先生说的对。然后呢，大家知不知道有几个音呢？不对，我跟大家讲，一共有十二个音。十二个。它本来是有七个音，但是呢，这七个音里面有哆和升哆音 ，re 和升 re 音。哇。发和升发音 ，sao 和升 sao 音。还有拉和升拉音组成的，所以加在一起它就有十二个音了。哎，同学，同学，开工了，开工了。